好，同学，你今天是第几课？第几课？第二。第二课哈。我们第二节课已经练完了变道这一个项目。这个先是右转必须，右道必须右转。OK。观察一下左边的来车，这个红灯红灯二次停车，你看所有的车流啊，可以走的。No， 好，没了，好，可以走了。就是你的车道还有另外的所有的直线的车道都要绕，好吧？我昨天有一个考试，就是他的两三套直线的来车他没有绕，考试挂了。上高速了怎么办？记录一下你上高速哈，不停车啊，走，加油，加油，好吧，松一点方向盘，记录一下全程上高速。好，你已经学会变道了，很简单，你就打着左灯，打左灯，回头看。高速公路最慢的速度是55啊，你现在就是55，没有问题，就待在这个道就好了。回灯。高速公路的车道呢，你进来的第一个车道是最慢的，它的是55，然后向左依次抬开，就是向左一个道就加5，就是55、60、65、70。高速公路最快我75到80，知道吧？好，你打左灯，全力加油，看一眼，记录你第一次变道，就待在这儿好了啊。你现在的速度保持在60是非常好，这是第二个道，第二个车道。我们现在速度在62，正常速度。打左灯，对，别吧，打左灯没事，回头飘过来就好。又变个道，因为它要分离了，知道吧？不然我们就拐弯去了，没问题。好，现在速度是69，正常速度，周末开车都快。现在准备打右灯，对，观察这个镜子，对，回头，就是松油门飘过来就好，哦，非常好，再打右灯，非常棒，63的速度，我们很快就下去了。我们现在一共在高速公路大概走了10分钟，从罗兰港到 Rosemary San Gabriel。 这个车要让它，这是开车进来的。好，你现在打右灯。右灯。对，跟着指示牌，它有一个出箭头。San Gabriel Boulevard。对，慢下来，减速。然后你看这有一个牌子，黄色的，它写着25，是个拐弯路啊，你就慢下来。它的意思就是25，对，33，减速，慢下来，我们就完成了高速公路。真可怕。啊？
看你变道练得非常棒棒的了。那这是红灯右转哈，二次停车溜出去。这个车挡住了。挡住了，挡住了就不要动。再出来，你跑到这个第二根线上去，对，这样拉开这个左边的视野，走吧，走了。对，中间线那个直线，对对对，我们直走的 ，yes。好，我们在大道上，然后你打左灯准备换道。什么时候？现在就打灯，我说完就打灯，速度不变，然后看镜子回头，按正常速度过，飘过来。Yes。好，前方左边有一个路口，左转。哪里、啊？这里现在，打左灯，这有个直行来车。OK， 走。这原地动，这个手拿的姿势不好，使劲推有点大，感觉还是很好的。绿灯直接过，绿灯。手法，是哪条道？右道，对，非常好。绿灯右转，不停车，减速而已。我们现在再练习一下向右变道，马上打灯。对，观察镜子，回头。你看后面好像很快，你可以再放慢一下节奏，看一下镜子再回头，好吧？啊，我看了。我知道，再看慢一点，大概节奏是一二三四，再变道，非常快，快很好，你这个。已经非常很好了，我们在回程的高速公路上高速，全力加油，提前打左灯，然后呢不要动，就观察后面可能会合并道，全力加油，再加油，47加到50级。你就很自然的汇入到主流车道里。在这个再打一个左灯，放松油门。不是，我前面有那个啥。我知道。好，我们现在打左灯换左道。等没事，等他一会儿，你保持原来的速度，让这个大车开过去，保持匀速不减速或者松一点点油门，让他感觉超过你的感觉就好了，松油门一点。对，就是让这个大车开过去，再回头看。对，再动，非常好。所以看镜子啊，回头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镜子呢是几秒钟也要观察一下。与前车保持着距离